系乌龙种啊。那个很多人以为说包种茶跟那个红茶不同树种，其实是相同，只是做法不同。只有三种方式。第一个，现在的茶叶，你只要记得它是不发酵茶、全发酵还是部分发酵，就这三类而已。你们吃过的铁观音乌龙就是部分发酵，可是它发酵程度跟我们包种茶就不一样。包种茶是轻发酵，大概15%左右，可是如果乌龙跟铁观音可能25%或20%上下。高山茶因为更足，要达到30%、35%以上。你知道这样就哦，阿弥陀佛，没什么结果的。然后红茶几乎是全发酵，现在还有一种加叶红茶。加叶红茶它也是属于那个红茶一类，但是它是重发酵，重发酵并不见得是全部都发酵完，它还是比较重口味，而且比较不伤